你可爽了，睡了一个下午。你怎么来了？刚休息，想到你没吃饭，就给你带点东西来。教官说了，你可以休息到下午，但晚上练习必须来。哎，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你刚怎么不救我？亏我把你当朋友呢。教官，这家伙不是站我旁边。你怎么又站过去了？站过来。矮子，就站到矮子那边去。李明啊，你是不是脱我内裤了？我脱你内裤干嘛？你又不是黄金屁股。那怎么不见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是不是掉马桶里了？不会呀、啊，我们那是坐便。等等我，你会想念教官吗？不会。那你会想念咱们军训培养出来的感情吗？更不会。你现在下面很凉快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我今天钓上那条是我昨天钓裤管里没看到的，我今天穿的不是那条，还海绵宝宝。喂，你有完没完？那是我妈给我买的，又不是我自己挑的。喂。不去了，你这不是放我鸽子吗？别呀、啊，给个面子呗。啊，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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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知道了。嗯。操！那，拿去。给我两张票，我跟谁看去？装。要不你跟我去？开什么玩笑！我才不喜欢和男人看电影。那我找谁去？装，继续装。你不是有安子燕吗？同学，看电影去吧。没兴趣。别呀、啊，很好看的，《疯狂原始人》。幼稚。哎，我很喜欢男主角，超 man 的，变态。哎，你陪我去吧。如果你不去，信不信我把你是双性恋这个事情告诉所有人？随便你。哎，安子叶，开门。安子叶，安子叶，安子叶，开门。你让我去可以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好，什么事？以后别来烦我。成交。哎，开始了啊。感觉很棒吗？是。帮我捡起来。
喜欢什么样男的呀？我不喜欢男的。什么？你不是说你男女通吃吗？我说什么你都信？哎呀，白痴啊你！再把宿舍关门了。不值得为他哭，你会找到更好的。不是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想说，我们俩的事儿我自己心里清楚，用得着你外人来插嘴吗？你还让我找个更好的，也不知道心里打什么鬼主意。不会找你吧？要不看你自己长什么样，你配得上我吗？找谁都配找。就为这点小事，至于吗？安子夜，我难过。需要被安慰的人很多，不值得被安慰的人也很多。你以为好心就一定有好报？这世界哪这么美好？你还能奢望什么？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，别他妈没事找事。那你干嘛还要安慰我？谁安慰你了？吃饭去吧。去哪儿吃呀？不要跟你。别小气嘛，同学，离我远点，离你远了我怎么听到你说话？你说长那么丑啊，丑的你都不想看我，你跟我说实话。不想说，吃饭。
我要是长得你那么好看就好了，我就每天换个女朋友，伺候我吃饭，伺候我睡觉。你也不怕得病吗？哎，像你这种人是不会体谅我们这种人的心理的。我就是那对男人版的灰姑娘，每天过着灰土灰脸的生活，可怎么也得不到精灵帮助的那一天。我还有事先走。哦，麦丁，你到底看懂了吗？啊，根据我的猜测还是很准的，以安子燕的相貌，没多久时间就传遍了整个学校。可是让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，她越是冷淡，反而喜欢她的女生越多。我那么和蔼可亲，却没半个女的给我露过笑脸。同学，你的情书。你扔了干嘛？不想浪费时间。这怎么叫浪费时间？好歹你得处理人际关系吧。你再这样的话，小心引起公愤啊。我的事你管那么多干嘛？我们是朋友啊，我总得关心你的人生大事吧。麦丁，嗯，我有女朋友了。